大头儿子小头爸爸，一对好朋友，快乐父子俩。头大手儿小，爸爸的头小，个手儿很大，大手牵小手，走路不怕滑。走呀走呀走走走走，转眼儿子就长大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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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转眼儿子就长大。闯进恐龙世界。梁龙，这是最大的恐龙，翼龙是会飞的恐龙，剑龙是背上有尖角的恐龙，雷龙是会打雷的恐龙。雷龙是会打雷的恐龙，那么雨龙呢，就是会下雨的恐龙了。嗯，胡说，根本没有雨龙的，不信我去拿一本恐龙家庭来给你看看。哎，嗯，人呢？别去拿了，我是跟你逗着玩的。怎么了，大头弟弟，就你一个人在家吗？小头爸爸和围裙妈妈都去加班了，小姐姐，你也是一个人在家吗？嗯，我带你去新开的恐龙世界馆玩好吗？太好了太好了，我太喜欢恐龙了，我真恨不得自己也是一条大恐龙。哦，走，我们快去恐龙世界玩吧。好，快走。哎，小姐姐，这四个字我都认识，恐龙世界。哈哈，嘿嘿，认得这四个字有什么稀奇呀？大头弟弟，要是你能认得出里面各种各样的恐龙，那才叫伟大呢。看，这么多的恐龙模型，你叫得出他们的名字吗？我叫不出来，这么多呀。啊，小姐姐，这是恐龙的名字吧？不，这是闲人免入。闲人免入是什么意思？哦，大概是个秘密的地方。秘密的地方是什么？就是暂时没有对外开放啊。哦，嗯，哎，你听见了吗？哦，听见了，是一种很古怪的声音。我们进去看一下，很快就出来，你说好不好？这，要是被抓住了怎么办呢？没关系的，小头爸爸会有办法来救我们的。啊！见鬼了，没见有人吗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